九州流浪的河口，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珍爱一切生命，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修出来了以后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到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验证啊？这个我们怎么证明呢？我们这个修出了破瓦法呢？修行的时候呢，头顶就是这个头这地方呢疼，有很痛的感觉啊。然后呢，出黄水啊，有些修的比较好的人，有些老年人啊。头顶就肿起来，肿这么大个包，头顶就这个地方这些就是真正的这个修出的这个结果，有些时候可以擦这个吉祥草啊，但是这个擦吉祥草的话，也是一种这个它也是一种这个修心的，它修出一种，也就修成的一种，可以说是一个。一个他的一个证据，但是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草可以擦到这个一边，因为这个头皮很厚啊，擦这个上面也有可能，这个所以这个还是我想不一定，这最好就是刚才说的头顶这番穴处很疼啊，有些时候就头顶就出一些露水啊，然后有黄水。还有主要是这个还有就是头顶啊长包啊，这些都是它的修成的这个标志这个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样，还是要修还是每一天都要修，这样子的话到时候就可以游泳了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现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训练的时候我们这样子修，然后我念一下这个破瓦法的这个仪轨。破瓦马布贡桑吉吉吉马胡让那腾这不当巴拉姆中山国巴拉姆做的外前提想让你吉普森多吉南吉尔马亚吉尔香尼马斯尔这顿真的叫你多多想什么南格尔斯的一空位在我马布长大你长巴拉东山我吉尔格家亚尼藏文尼斯哈尔马尼德欧斯巴伊娘格尔斯吉加比当阿龙格德列将吉维鲁巴特尤马沃斯修罗车刚咱们吉当上吉南王大英咱会作比彭博罗斯尔好，这以上是这个仪轨，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仪轨，就是刚才的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观想的仪轨。然后下面是祈祷。中等的地上上把这中把样到不做不上进攻不好没办法，我好的没办法想找龙球都加上去我。这个是神号然后还有后面两个普瓦的这个仪轨不同的两个仪轨。一马后内让那东西我们那也得人家个人这边龙家跟地在于喇嘛呢跟他们的马样当美丽花上街上的我如今有目标动有所乱的蓝婆王中的寻求龙内我们这边寻求龙样求给家杀人不是说蓝的什么觉得我后面经常蓝灯所觉得这是一个衣柜，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短的衣柜。三姐，我后面拉箱在了罗店，把门窗内拉锁了的，挣钱在屋里面。头几从在屋里边被拉门拉那种，在龙婆房中我的心机了，你龙婆员快去这边的心机了。到时候的你全部接马到对外讲的，接我的心机了。哎妈，这是最后一个。一个衣柜，妈哦，现在我们这儿，我们广东土鸡全部晓得我们土鸡的，到时候这几个技术人得咱们破案中，我的心机了，到时候南京这位弟兄在，南西的全部我的心机了，然后就最后有一个五个拍，
啪啪啪啪啪，这五个啪的时候呢，观想，这跟我们的行观想为佛的这个佛的无声当中，我们曾经讲过一个佛的无声呢，无中佛的声啊，融入无的佛的这个无声，夷为一体哦，这样子观想。念诵的时候啊，念诵的时候，今天我们这里你们没有带这个仪轨，因为我们没有提前通知，你们可能没有带仪轨啊。但是我念一下这个仪轨啊，你们以后就是按照这样子念。普阿法的怎么样念呢？现在我们就先这样子，先我念这个仪轨，你们就观想啊。边念边观想，观想的方法，这个仪轨里面讲的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身体观想金刚玉切母啊，第二个是观想中脉啊，以及中脉里面的这个明点和这个实质，第二，第三就观想这个头顶的，这个阿弥陀佛啊，还有这些传承上师啊，就观想这些。啊，那我们念一遍。那你们当中啊，如果有人会念的话，也就跟着我念啊；不会的话，你们观想。普 阿法是怎么念的呢？我们念诵的时候，伊玛吽尼让那，伊玛吽让那，楞哲达巴然觉央，果巴拉哆帝哇将尼。Ya rani de jitana durji nar jurma Yar chiv jani marzar chato Zana javni durto shansan nam karazu Teyi kunvi cawa Marvum jamdan yu zambala 동상 오지르거 자나야니 창위니스하르 마니테오즈바 예냥거르츠지자비당 얼롱거들리장치 위르바셔유마르보살 쇼르트강잠지 당상제나완타예나 창회족비봉보르살 这个是仪轨，然后就是祈祷，祈祷我们大家一起啊。 좀단디데샹샹바답좀바양다바르조보상딘곰보워드메바장자룸조도잡선저오 좀 단디 대장장바 잡좀 바양다 바라줘보 상림 공보워드 메바 샹잘롬 조도 잡숨줘 좀 단디 대장장바 잡좀 바양다 바라줘 상림 공보워드 메바라 샹잘롬 조도 잡숨줘 Chomdande Devja Jamba Dab Jumba Yanda Parazoba Sangyem Gumbo Wada Meba Jan Zalom Chodo Jazunjo Chomdande Devja Jamba Dab Jumba Yanda Parazoba Sangyem Wada Meba La Jan Chodo Jazunjo 这个祈祷祈这个名号。就念七遍以上啊，前面的仪轨就念一遍就可以，最前面的仪轨啊，就只需要念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后面还是一个普瓦法的仪轨，正式的一个仪轨啊。这个我念啊，你们观想，观想的时候就观想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然后就是祈祷观想。
空中观想阿弥陀佛，然后祈祷阿弥陀佛，祈请阿弥陀佛我能够修成破阿法，简单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哎嘛呼你让那东西我们那有大金家格人这辈龙教根的咋不拉嘛呢格他妈的马英当米李华的桑杰南的我我的就夜幕给东北索罗的兰博瓦中国的真吉罗你我们的主播的真吉罗阳秋季亚萨森不是说这个要念三遍啊，但是我们只念一遍，然后后面的四句要重复三遍。云母给东北说话的兰博瓦中国的神迹路你我们的主播的神迹洛阳秋季加萨森不是说云母给东北说话的兰博瓦中国的神迹路你我们的主播的神迹洛阳秋季加萨森不是说最后的十句重复三遍，现在最后十句里面的最后一句再重复三遍。阿央丘吉亚萨赞布拉修，阿央丘吉亚萨赞布拉修，阿央丘吉亚萨赞布拉修。好，这个就是祈祷仪轨啊，然后是真实的前于仪轨，真实的破瓦，真实破瓦的时候啊，我们就刚才这样子观想这个念舍啊，是念五次啊，那个时候这个声音就不要太大了，这个狮子的声音，嗯，然后这个时候呢。那念诗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个观想的这个明颠就是往上啊走就同步，然后到头顶的时候啊念一次啪的时候就像流星般的速度立即离开我们的身体进入阿弥陀佛心间，这样子观想啊，大家一起来。是是是是是是，先不是怕的，先是吼吼，对，吼吼，好，对，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先是吼啊，最后的时候就是怕啊。后就是只有三遍啊，它是最后是五遍，后是这个念这个后也是一个咒语啊，就念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意识离开我们身体，然后像流星般的速度融入阿弥陀佛心口，好，这样子，这完了以后呢。就已经啊，就刚才我们观的这个狮子呢，已经融入了阿弥陀佛心口啊。现在再也不要去观它啊，然后我们再念的时候呢，重新观想一个这个中脉里面呢，重新啊再观想一个这个狮子，再观想一个狮子啊，观想的方法这些都是跟前面完全是一样的，只是仪轨不一样而已。仪轨里面，在下面的仪轨里面，我们开始念，这个我念你们观想啊，就是说祈祷定力阿弥陀佛，定力莲花生大师，定力大恩根本上师，以及定力
传承上师。传承上师跟大恩这根本上师，还有阿弥陀佛莲花生大师，来应接我西方极乐世界，加持我能够修出这个普化法。那他的整个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那你们观想五年。三地哦吼没来上山路，我念半满中的拉索罗，地震间在为拉美的集中，在为人间的拉美拉那中三轮不完中我的神迹路，你能不为夸秀主的神迹Lord, thou son, the need in Bujer Mata, Diva Janda, Jiver, Shinji, Lord. 这个仪轨要念三遍啊，念三遍，然后这个是最后的一句重复三遍，这个不是最后的十句，就最后的一句重复三遍。Diva Janda, Jiver, Shinji,Lord, Deva, Janda, Jivar, Shenji, Lord. 然后大家一起刚才那样子，是都是一样子啊。最后拍都是观相啊，全部过程都是一样子。好，这个是一个衣柜啊，然后最后一个另外一个衣柜，这端端的都是不同的这个破瓦法的衣柜。如果我们只念其中一个衣柜也可以，但是因为这些太短了，这三个破瓦法我们可以一座当中全部可以念，那因为这个不多。但是如果想只念一个仪轨的话，其中一个翻重复的话也是一样的。好，然后最后一遍啊，最后一遍的它的仪轨的意思，也就是说啊，护主阿弥陀佛啊，大悲观世音菩萨，还有这个大势至菩萨，祈我们一心祈祷，加持我们能够修除普化法，就简单的意思就这样子。你们观想啊。哎妈呼现得我们走了门关的特级进步小的人的进同大所在这也急速乱的咱们不完中我的心机龙道苏南俊却为地雄翠南西地金普尔玄机罗，这个就是一遍，一般都是念三遍啊，然后最后的一句要重复三遍，南西地金普尔玄机Lord, I'm sure the temple of Jenji, Lord. 是一样的啊。好，这个最后要念五个啪啊。帕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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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就整个普化法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普化法的修法，这个是训练的时候啊，训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训练。然后修成了以后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每天都就观想一遍就可以了啊。然后是最后啊，关键的时候，大难临头的时候，就是要开始用这个普化法啊，依靠只有依靠普化法了。这个时候，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就用这个普瓦法呢？我们密法里面呢讲了很多这个人的这个死亡即将来临的这些前兆啊，有很多，讲了很多，像这个《度王经》，中英文解脱里面也讲了很多，上师心地呀，很多里面都有啊。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些前兆，那这些预兆的时候呢，就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快要死了。有些预兆出来了以后呢，3年以后才死；有些就是1年、2年、几个月；有些呢就是2天、3天，或者是几个小时之后都有。那就发现自己有问题不对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时候呢，不能立即用普瓦法来往生，这个时候还是要想办法。密法里面有很多衣柜，这些衣柜都是用来像长寿佛的修法这样子很多的衣柜这些衣柜都是用来修这个长寿的，就是这个能不能牵出这个手掌寿命的障碍就是要还是要尽力的去做这些，最后实在不行的话，然后就用普瓦法实在不行的话就用普瓦法，在这个之前是不允许用普瓦法如果还时间没有到根本没有发现任何这个死亡的这个预兆的时候呢，就是通过普瓦法这样的往生的话，是有罪过的，这个等于是自杀，那有这个罪过的，也不能这样子。还有一个呢，不仅是没有预兆的时候，而且，既然是有了预兆，死亡的预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去想办法牵除这个寿命的障碍，直接一看到这个预兆的时候就直接用普瓦法的话，也是不对的，也是有罪过的，这些都不行。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然后就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用这个普瓦法，那个时候就用普瓦法，那个时候用普瓦法怎么样用呢？在这个时候生前根本没有训练普瓦法的话，那个时候想用也用不上，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训练有一定的这个修正，就是修开了，就是修成了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普瓦法那这个时候怎么样用普瓦法呢？死亡自己确定自己确定这个要死了，那个时候呢，首先这个我们以前临终的这个窍诀里面也讲过，死亡的时候，首先是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财产都要放弃，全部该布施的布施，该供养的该供养，全部这个处理，不能这个心里面这个时候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贪著留恋，这个是一个这个往生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在这个时候呢，无论是有什么样的东西也好，这个时候不放下也得放下，这个时候，那但是呢，还是要自己心里面自己主动的去放下是最好了放下，然后就是安排那个时候如果来得及的话，那就供养三宝也好布施给众生也好，反正就是自己想做什么有意义的慈善的事，什么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全部从心里面放下然后呢，如果修菩提心的人的话，那就是这个修心期里面呢，讲了临终时候的这个窍诀这个是菩提心的临终的窍诀。那我们这个地方呢，那个时候就是准备用普瓦法，普瓦法用普瓦法的最佳的时候，我们刚刚提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自己怎么知道是普瓦法用最佳的时候呢？人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做阴魔次第阴魔次第就是说，把人的这些身体的功能就慢慢就停止了
看不见了啊，逐渐逐渐的看不见，这个叫做银幕啊。然而次第就是它也有一定的次第，嗯，这个叫银幕次第。密法里面讲，仙宗里面一般不讲这个啊。这个比较明显的是什么？本来这个有很多种，但是后期的那些用不上的啊。那比较这个明显的是什么呢？啊，首先是就眼耳鼻舌身这个五种感官上面就这个出问题。比如说眼舌啊，比如说耳舌听不见声音，嗯，虽然是听得见，嗯，但是就是比如说旁边的人，就是身边的人说话，也就是很像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声音一样啊，听不见啊。虽然是就听得见一个声音，但是呢，啊，听不清楚这个词啊。那个时候呢。这个耳识就开始停止工作了啊，停止了就是永远停止了，他再也不会工作了，在这个身体上面呢，他再也不会工作了，就这样子。然后眼识也就是看到人看见这个比较紧的地方的这个物体，也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见，嗯。比如说原来自己认识的像父母呀、亲人呐、到了身边啊，也就是这个认不出来啊，这个时候呢眼识就开始停止了，嗯，那个时候眼识就无缘无故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呢，一定是会要快要不行了。那还有就是眼耳鼻舌身都是一样子，就都是就失去这些功能的时候呢，然后就人即将那死亡了啊。那个时候呢立即就要如果自己能够这个清楚的话，就这个意识还是比较头脑比较清醒的话，那自己观想啊。如果不是很清醒的话，那找一个金刚道友戒律比较清净这个密法的这个戒律比较清净的道友在旁边啊念这个衣柜。如果之前是修这个普瓦法的话，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是有足念团的话，最好那个时候就是给他讲这个普瓦法的整个的这个观相的方法，提醒他，嗯，要给他提醒啊，提醒。然后呢就念这个普瓦法，普瓦法念最后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就直接阿弥这个身体意识从身体里面出来进入阿弥陀佛的心口的时候呢，然后就在不要管，就在这个当中看能不能这个当中死亡。如果还不死的话，就是反复的这样子我们以前也讲过一个笑话呀，我们西藏有一个笑话，就这个我书里面《回灯之光》里面都有，有一个老喇嘛跟一个他的小扎巴弟子，上师说他要往生了，不行了，他说他赶快他把他的法衣拉过来，出家人的法衣啊袈裟拉过来，嗯，这个小和尚就给他拿这个法衣给他了，然后他就把法衣穿上，就是像这个佛圆寂的时候那样子就躺着啊，然后就念这个，然后就在那边等半天，不死了就实在死不了了，最后就起来就说他要吃饭了，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因为没有到时候，没有到时候就这个就是没有到时候，所以就死不了了啊。那真的如果这个银幕次第如果那个时候有的话，这个关键时候的话，那一定会就不需要这样子，一定会死掉的。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自己的意识观想为融入阿弥陀佛的心见，这个完了以后呢，什么也不想，在这个境界当中就停下来啊。最好就是在这样子这个境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停止呼吸的话，那就是这个是就这个普瓦法修成功了。
啊，那样子的话一定会这个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最后用的时候要这样子，自己这样子，嗯，自己使用的时候这样子用，嗯，然后平时我们啊，逐年的时候要主要要注意哪些呢？要注意三点啊，三个方面，嗯，第一个是什么啊？第一个是必须要有慈悲心啊，这个是慈悲心非常重要，嗯，没有慈悲心，对金刚道友也好啊，就是对这个人没有什么慈悲心，嗯，但是呢，因为参加了这个逐年团了啊，现在就补年也不去啊。不念也不信，比如说他的家人啊亲戚啊邀请我们去念啊，这个就是因为面子的问题啊，就只能去啊，但是自己没有什么这个菩提心啊慈悲心的话，那就是就不能起到作用，必须要有这个啊慈悲心，哪怕是造作的也得有慈悲心，要强调这个时候啊，组年团也好啊，旁边往生超度的人也好，第一个条件必须要有慈悲心，那这个是第一，嗯，然后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这个整个啊，从头到尾的观相一定要清楚，嗯，有序清晰啊，这样子的观相乱了啊，或者是观相不清楚了，那就不起作用的，观相一定要清楚啊。逐年的时候或者是超度的时候，心不能散乱啊，心不能散乱，全神贯注的去念这个仪轨观相啊，观相一定要清楚，这个是第二，超度时候这个是第二啊。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一定要相信啊，一定要相信这个仪轨的力量啊，一定要相信这个仪轨的力量啊！那个时候就是不能想啊，就我现在我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把握，我怎么能够超度这个人呢？我可能不能超度哦。那个时候不能这样子想，嗯，不是我们在超度，就是普瓦法这个佛法在超度他啊。不是因为我们很了不起，所以我能超度他。不是，如果我没有这个法，我能超度吗？我们不能超度，不是我们在超度，实际上就是这个法在超度。嗯，但是这个法呢，啊，就这个法就是我们去观想啊，我们去念啊，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就一定要对这个仪轨，对这个修法有坚定不移的心性哦，这个是最重要。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到哦，我念这个普瓦法超度的话，一定能够啊超度的。这个是佛菩萨和这个佛法的这个啊力量啊，真实不虚的力量，一定能够超度的。就那个时候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心性啊，这三个是最关键了。只要有这三个条件具备，然后就是遇到这个念普瓦法，或者是超度的这个最佳时间的话，这个是绝对能够啊超度的，这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啊，观想的时候，我自身观想金刚瑜伽母啊，然后这个心口的狮子是我自己的意识，嗯，但是跟别人超度的时候呢，观想被超度的人的这个意识，也就是跟我这个意识一体，两个是一体。即使我自己的仪式，又是这个被超度人的仪式，然后一起往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观想这个金刚瑜伽，比如说被超度的人，他直接把这个人观想金刚瑜伽母，然后通过他的身体当中观想这个中脉啊，然后从这个地方往生的话，也可以的。啊，这是一个这个超度的人啊要注意的地方，嗯，然后就是被超度的，或者是往生的时候自己，我们刚刚讲了，我刚才就是就说掉了一句话，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要自己要自身要就要注意什么呢？第一个是刚才说的，对这个家里的人也好啊，
对身外的这些物质也好啊，不能有丝毫的这个留恋，这个就是一个。第二个呢，平时啊，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任何一个罪过都要有这个后悔心啊，恐惧，这些都是需要有的，有的话就比较容易能够清净。嗯，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就是对啊，对临终的时候呢，对我们就是以前造过的这些罪过啊，不能有后悔。这个时候，嗯，不能有后悔，不能有恐惧。这个时候就是觉得啊，我一生当中杀生了、偷盗了、做了很多很多的、造了很多的业，这下我一定会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堕地狱了。这样子的话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恐惧了没有用，后悔了也没有用。这样子的话就是手忙脚乱，这个时候呢，后面的所有的这些这个程序都乱了以后呢，就不能往生啊。这个关键的时候就是不能害怕，嗯，不能害怕。第一不能害怕，第二不能后悔哦。这个时候呢，把这些罪业啊，就是要就看成是很轻的罪业。这个时候啊，我虽然是这个杀盗淫妄了，但是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我那个时候呢啊，依靠佛菩萨的这个力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不能害怕那样子，这是一个啊，这个很重要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啊，这个第二个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这个祈祷佛菩萨这个当然就不用说了，主要就是不能害怕啊。那个时候要想到这一次的我的这个死亡啊，跟过去的任何的这个仪式当中的死亡是不一样的啊。这死亡呢，我不是第一次，我就是已经经历过成千上万次的这个死亡，但是呢，这些过去的这些死亡我都是没有什么巧觉的啊，就是这样子死了。嗯，但是我这次就不一样了啊，这次不一样，这次我就有这么殊胜的这个巧觉啊，我一定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虽然是有一些杀盗淫妄的罪过，但是这个啊，应该是这个依靠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力量，这些杀盗淫妄不会，应该不影响我的这个往生啊。那个时候要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啊，平时我们该后悔的时候不后悔，那该恐惧的时候就不恐惧，就是到这个时候就关键的时候，就有恐惧了、后悔了啊，那样子的话那这不太好的，这个就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往生啊。这样子这个时候要这样子就那个往生的人，被超度的人啊，他自身啊，就是要具备这些条件，然后就这个观想，他也是尽量的啊，观想清楚，然后就是要有把握啊，就不要就这个时候就不要害怕啊，那样子的话，一定能够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把这些死亡的这些过程啊，临终的敲诀啊，一定要掌握。读王经里面讲的这些一定要学一学。去年我们也讲过一些关于中阴方面的这些一些修法呀之类的，这个一定要掌握啊。还有一个就是有一句话，我们那个我们老家有一个那个他父亲和儿子两个对话啊。他儿子是一个出家人啊，父亲他是一个就是一个牧民，他给儿子说：“儿子呀，你给我教一下这个死亡的方法啊，死的时候怎么样去死，你给我教一个这个死法啊。”儿子就是说：“我怎么能够给你教死法？我也没有死过啊，我怎么会你教这个死亡的方法呢？”然后他的父亲说：“哎呀，你太可惜了啊。”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就是应该是像一个曾经死过的人一样了解死亡啊。这个话虽然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说出来的，但是实际上的确是这样子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对这个死亡啊，要有这个死亡的时候，即将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死亡的过程是什么样子，死亡本质它是什么样子，死了以后又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一定要这个了解。就是像刚才那个人说的那样子，就是就死了再回来，就是死了再复活过来的人一样子，曾经经历过很多死亡的人一样，我们要把死亡的整个过程啊都要了解的这个清清楚楚啊。这样子有什么用呢？这样子就是有到时候我们也不会很害怕，不会很害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啊，到时候就知道啊，这个到时候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做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些是那个只有我们佛法里面，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这个中阴法里面才有啊，才有这些修法，才有这些这个说得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了解，然后就去好好修这个普瓦法啊。现在我们是就对过去的这些罪业啊，这些都是该忏悔的时候啊，该应该有这个空举的时候啊，好好后悔，好好忏悔啊，这样子。到时候呢啊，就是到时候呢，就是依靠这个破瓦的巧诀，旺盛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了啊。只是我们普通人修的破瓦法，那破瓦法还有很多发生的破瓦法、报生的破瓦法，这些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这些用不上啊，先不说。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最简单的是什么？最简单的破瓦是啊，平时我们干到这个空举的时候，就是任何一个空举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心呢、就是一定要就专注这个头顶啊，比如说大雷了啊，雷声一响的时候就专注头顶啊。或者是就是发现任何一个就是恐惧的东西时候呢，心啊那个时候就专注这个头顶，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那样子的话，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死掉了的话，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习惯了，习惯长时间习惯了以后呢，那个时候一定会这个干到这个恐惧的时候啊，一定会这个心专注这个头顶。那这个心里专注头顶的话，这个就是等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心啊，从头顶中脉里面出去一样，等于就是这个，它可以起到这个效果，能够起到这种效果。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破瓦，这些都是这个书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啊。那这些是我们的破瓦法的修法啊，这个是破瓦法的修法讲完了，仪轨的传承也念了啊，然后我就念一下这个破瓦法的这个具体的修法的这一部分的传承啊，传一下。Tene umuji amabana ranga zeli pompon da nya kaji ko dorje nam jor mar kom do mar mo ja chi sha ni ja ni nyam bi dor ta wa chan sha no sam nam kra zu chan polong ge tin da chong zu da ja ma chu nyam chak ba ji gum sha ga ye ma ru ta m ko ni le long bi to pi cha ma ra nam ki yang san chor ba yo no tu sam cha ni chu pi che ku ge kra tin ba ke che mo ri bi jan da me to ko chen chang jan na la ram jan me pa tar mar ki kar pa pa ta wa ji gum te she li ki tong ra yin te li ki wi chang bo nar cha wa ma kon tong nang ka wa zig bar tar gum gu te te ya ye yon kang da ya ma yo bar li ki wi chang bo na yo po ton ji wa ma zer wa yin te ya chur kun jer wa me pa m chun bi thang ge shin nar tar ngo wa wa cha ji je pa cha bi dar pa min da ma tar cha pa ma ri bi man ba sar bi dar Terji martyr sarva lam man batan lam lopar manjovi chit chesangar denver tarachangwar tem sanyev jadan dan bam thori tan tharvi lam chun bi chit yar nev shwo chambi wa kana jam tong kav shi war tar hat proyot pam korwa tan gan sung gun ko or gong gak bam chun bi marne te o sorv ji tanas sap du s kazamba tirtav ju
sarao dao di nang, sa yi tong ra yin di ni, sa wama di nang, nyang gi ta na nyigma, cik ji yin gak bar ta vi, cik shi gu yod paru samati yi tang da rong gu tig lir jang jang gar wa tang, chui bir nam ba chan, jigub gum ti yi tang da rong gu simar nam shi ji ngo wo, ngo wo yi ki, shi yi gu mar wo rang cha, cak chak tang ji ba, tar cho long gu, da bar tar, dar chul lo, yod pa, dar shalo lo yo pa te ta wa jib gom te te na rupa sem jir ten jen te ne rang gup shuru chukang zam jir tang gan nam kar mapsha chenpo vya jib tak bi rinpo che yi chir tang da na cho pat ma tang nye ma ar da vi dan sum cak jir tang na ngu tik sum san jir tam jir di bi yu dak nye nam chong me tir jir te rin chul khwar dan sa vi la ma yin ba la nam ba san jir o hok me yu san jir chum dan dim gom po o hok da me par kum dok mar wo pat ma ra ki lhun bo la nye nam shi dan bim jin chet par ta bo jar chi gup shang ni nyam ja kar tang na che me ye shi ji dur si gang wo hun zin zin ba cho ko chur ko chang par shu bi cha li gi chan ar ka la chu ku nam sum so ro jan wo la chu dur dang jab lang ko lo la so pam sam sam bo sum chi chang ni ta khoi shi zang bo ya ji jan ba wo tang wo zir mam ta me par mo wa ti ta wo ji sar ti gi ye sir jar wa kin ji nyar ji rang zi pa ba shan ri zi wa shi gur kum do ka ro jar chi gi shang ji tang bo ni ta gar ta mo jar a ye wo me shir kar jim thang wan din ba o yo no me pad ma kar wo ye wa ni zin bi me to kan da mar nyang ji ta gar ka shi ba ohong me ji yon de jar wa tam chi jim thur tu ni bi da ni sang wi da bo shang na dor ji kum dong thang ga sha ni dor ji da zhi wo no ta wo san zan ba de ni ga long long shou zo bi jian chi shi sim ji chi ba de yang wo de hua me de zhi jim ta la mang ni bi da ja wo dor ji ji zhong dang sen hua ni en zhu du no qiu de dang zha bi da de jiang ta wo ji bi ta ta wo jiang da ja wo jiang rong ji jiang bi ta ji ji ba zo de sim jim ta gu de lam zam mom phobab gi pib lam ma tam che da tang wi im kha lan ja phong chen ja phong thuk par tar ji ni rang jan sem jin na tam che lab chi bi ja ji shong zum bo shan ji zi gi bi te ji gong ni rang jan sem jin na tam che dang kor wa tang ngan song go du ng ra le da de de chin ta bi yang den jin bi te hon chen bo ro ji bro sam la rang ni da ji li do ji nam jur ma song ni zogni shang sim nam kar zu ti kong wi cha wa ma chang hui zog bi phong par sa ji sar dab ti ni ye chi chi ta pi gun ni li war pa sa mung chi man tuk ba dam chi chum den de de jang sa ba dob chum ba yong ta bur zog pa sa jim gom bo ho de me ba la shang zalom cho do kyab sim cho ji lan che ma jum tar e ma o ne ra na ton ji og man na so ni ga yang chur gi ger sa zun bur cho war tham che de cha ra chang ba ra cha ra sim ji ma la yed mu ki man che de cha sim ti yang ji ma la ayang chur ki ger sa zun bir sho lan qism jodo teni te ta ke che la ma dam gum bo ho me la mu ki che ma chu ba ta bi nga ne ri pa sim ji te je che yu ko na la sim zon teni par cho ko che kan ji pu ne shi shi ji char nga nga char jo pa dam nyam de ri pa sim ji te je ye ke shog mar bo te ro lung te lir jang kya jan tilir jan kya yo bi na ba chan ti ta de dar tu lo lo she chan chim tu chim tu so shu chan bi ba kar ton ba dam nyam de hug ji jo pe khwa chin jim dam ba war tar ya ra de sar ji o ho me ji ta kar tam bar sam yan nyan kar sha yu sar la amug ba ngar tar ji hu da dun nam nyer ji so jo do lu ka jan la hu jo ni par jan kap jo ni mar amig bab shatur yo chandar kap jo ne mar be tur me de yang chum den de gom bo wa de me pas so ni khsur ndi bi tang far chog so ngar ngar tar ji chun sam jang tar de ne yang chum den de so ni cho do jab sum jo la no den na musam la so bim tar khter tun nir da sar ji kim phowan jang z mar zuk chin ni get par tar ki khsur ndi bi pa sar ji o me la sham sa lo or gen pa mam jong ne la sur wan de chin chin sa la me tir ji sabab jet pibla me lam na tong zam lam phawam jong ro shin jil lam nir lam phawim khap shu dro brib shin jil lo dak song da ne chem pu kyar mat deva chander ki ro shin jil lo ji lan xum ji ji ma la deva chander ki ro shin jil lo ji lan xum cha jong par chuk sur ngar tar de da qa chertran sam bar bjani yam chum den de te na sha ba sur ngar tang
Anam chu jinpo wa dan huay rin nip jit pi xor nip ima ho shin dong gom zar o ho mim gong dang tig jit jinpo bishag durum tijim to dag suq cik chik yi jik xoran dip zablam po am jong rup shin jil lo dag suq nam jik chivi di yu shong zi er nam shi yu de jinpo rup shin jil lo lang sim ji cik kan ji ma yang kira dang ar para cho xor ngar tar yin o xor nip ji ma ni po ndo xlong chin nyang tig ka chak zhong ma yin bier ng zin jing mi lang ba nip jit pa man yang ar zog chin rin bo chi tang ar go chin suq nip jit di kyab jik do tib rin Bochela, Chor Chingi Serv, Jipi, Sontor, Tarajibla, Mikan, Sondig La Gonjato, Jiren Boche, La Tarboni, Jipi, Gabjit Kimpovi, Tedginian, Jipi, and Povi, Nandona, Tripuji, Tripji, Jumara, Tenya, Tirson, Dipian, Yodmotian, Jibla, Mir, Sontor, Mila, Gantarian, Gedder Turmanjava, Tamjan, Mugram, Sola, Capra, Mipi, Chirgin Chuo, Chindis, Songwangi, Shang, Javji, Dodoburn Bochi, Johnny, Jivlami, Lanchang, the Mar, San Batamchi, Jivlamani, Potter, Topanam, Jija, Gabji Kimpon, Tobrishini, Jindib Sokton, Jan Chobra, Samso, Sorndiv, Domand, Nijan, Chibjiv, Jumartava, Yenam, Gantarian, Jan, Namdan, Chonsa, the Majava, some dipping, the Raji, Songjinter. Jibayan o yang nam chum po longer ji ti jib la me man so lam po wan di pi tin dar nam nam ji ce yi ti xie ce ji song chur yo pa da mam chot par bzon ne kha ji ki ndar na nam ji dni nam ji so sun don ba na chong sun ma tak par nyam o ti tar yang ne yang da jang wa song nim tar joker ke ngi ga yang se ji da pi chi ta pat ar ngap chu se jo chang ne lu chu pa dam ta wi ngang da ja ti ne shig ce ge jit pi la ma tham chig chu wo sum la tham Senhua ni jang wo wo me la tam wo wo me wo te jene rang la tam be rang nir ka ji kub chum dun de em gom bo Tse huag da me par kum do omar bo jar si u shag ni Jau ni dor je kyo chung gub jik pa Shag ni mnyam jak kar tang nan che me tse ye shi ki v dar si kang vi Tse ye vim huag sim jon chang ge kar jin chan zin ba Rka la long shod zog bur ki yan chib chuk sim jif ti pa jik ta Ta wajib gom la om a ma ra nan za won ta ye so wajib jar sa tang 当切宗松顿 观想长寿佛的时候 就念这个长寿咒 Om Amaranan Zawantai Soha Dona Di Tse La Mano Chang Timdir Jibdin Bi Tse Kek Jang Jawa Yen Dini Jana Dina Jang Shivu Tang Chika Malak Dapa Tang Rangni Dan Chivi Tse La Vyarbi Din De Mugu 逐念的时候不需要这个长寿佛的修法自己训练的时候才需要 然后最后自己往生的时候也不需要这个长寿佛的修法 第一呢让你学我当车干嘛老大把当让你的车位车里了不是二比第一的蘑菇第二的不像比中为大将兄弟我那车是的日瓦中将嘛打击银子个松中一把打比大马吞鸡玩的 Yundanji, Nandanji, Jean Guba, and Nomjiko, give up Mojang, Diva Chandra, Kivi, Mulum, Don Brusha. Oh, Jack is Poa Fata, Chuan Cheng, Jiho, Poa Fashi, one Yiho, Hui Xiang, Hui Xiang, the Shiho, Jiho Nian, Jigger, Jilo Yuan Wen, Chang the Duan the Junior, Jilo Yuan Wen, Ba Shangan Hui Xiang, Jiki Jesu, Chi Zola. 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普瓦法的修法还有一些细节的就你们可以看这个普贤上师眼角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就这样子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范贝教学 占信法师教授 日期5月8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点到5点
请提早报名。报名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方朝中老师教授，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请提早报名。报名电话06-271-6616，06-271-6616，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我们的网络弘法电视台虽然是一个虚拟的空中电台，但它可以接引更多的学佛者因此因缘而踏入了我们的殿堂，让佛教能够真正的走向未来，是有生命的，让更多人能够在佛法的教化之下成就了人间净土，度化更多的佛菩萨踏入佛教，成为法门龙象，弘法利生，永续佛底慧命。六度万行弘法利生，含之虚空影响线。好，我们接着看到大宝基金。好，那刚刚谈到这个一切法当中，谈到所谓的无我，啊，离于我，无我，那事中无所谓的无色、无心、无名、无知，啊，那后面谈到了无心事，啊，亦无心术法等，啊，这些我们刚刚谈到这里，才为所谓的。是名为中道诸法实观。哦，好，那接着看到，如是善法，不善法。哦，所谓的善法，就是世间善法。那不善法，所谈的当然就是造恶业。哦，善法的对立。都是不善法，所谓的善法或者不善法，啊，那这个要教导我们的，是教我们如何真实正观哦，对善法和不善法。还有所谓的世间法和出世间法，
有罪法无罪法，有漏法，有漏法就有烦恼，无漏法没有烦恼，这都是在谈世间对立法，相对因缘，善法不善法，乃至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有违法无违法，有漏法无漏法，有罪法无罪法，那现在谈到有违法乃至无违法，乃至有垢法，